概是山丘。确定吗？今天大家都没用球球，就他经过那个山丘，然后都没有讲话。嗯，然后他就是不知道说这很有名。那应该是无眼的山丘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一起来看看是不是山丘的名称呢？来，那么简单吗？出手这么重，女生对女生通常下手都很重，对啊。那么为什么叫泰山呢？泰山是一个，对，其实是个人物的名称。那个由来就是中国春秋末年的时候，有一位叫鲁班。鲁班是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卖卤味的。不，卖卤味。鲁班就是一个工匠师，对，一个很有名的工匠，他是中国的工匠祖师爷。那泰山其实是他的一个徒弟，泰山是他的徒弟，鲁班的徒弟。对，那有鲁班就觉得说，哎，泰山的这个才艺不好，所以他就说，哎，你不要，你明天就不要来了，我不想要收你做徒弟。对，结果没想到有一次他在这个市集逛一逛，就看到一个作品，觉得哇，这作品不错，真棒。对，就一问之下才发现，哎，他是泰山的作品，所以他那时候就赶鲁班大师。这个就是泰山做的，是，所以鲁班就感叹说：“嗨，我当初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”是这样的，了解。所以鲁班呢，过去来讲，他这个操作很多的工具，对，所以人家就说，如果我的功力没有你厉害，我在你面前耍这些叫做班门弄斧。是这样来的。哎，都是安尼啊，好厉害啊！还是要不然，难道是在班长门口弄？那么接着下来这道题目是操作题，操作题，好的，郭鑫，你个人觉得有把握吗？我个人是有一点把握啦，哎，但我觉得甜甜好像也都没有上去哈，我刚才上去啊，我才去炒豆子而已，没有，我觉得甜甜可以去试试看，好，欢迎小甜甜来，小甜甜，请出题。请在空格中放入正确的运算符号，让此算式能够成立。限时30秒内完成，请开始。6+3=9。30秒啊，不会太难，不会太难，加油，不要放弃。6+6=12，不对啊，7+4=7，记得那个大原则啊。6，先乘除后加减。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3+5=4，3+2=1，啊！先乘除后加减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是这样的话，6+3=2嘛，2+2=0，这零，这样就不行啊。六换换乘的好了，等于18，乘哦，14。3+6=8嘛，减掉2+7=14嘛，是18+14，那不就是先乘除后加减？这样你懂那意思吗？其实我也没有答案，我也是上来这样猜猜试而已，好吧？哎，你太棒了，来来来，你蓝的哈，你死了，我跟你讲，处理他。感性写信的笔哦，正常啊，甜甜。信哥，我觉得旁边处罚根本冲着他来，他上次来是被丢这个，而且你看我快要走错，他还在这样子，好狠哦！哎，我上次也跟你一样啊，我们对他出手那么重，对啊，但是他女生呢，通告费用不一样。好，现在目前的分数看来，哎呦，有两位5000分了。是，李毅没有起色。李毅基本上要等着那个正负变哈。对，这零分也要加油了，后面还是有机会啊。一起来看看恶魔的条件。恶魔的条件，这一回合以抢答的方式来抢得发球权，答对题目或陷害他人成功者，就可启动恶魔的条件，产生大逆转的机会。每个条件只能使用一次，四位参赛者可得好好把握喽。经过激烈的抽选后，张馨予抽中超级大红包，胜出机会相当大哦。郭鑫抽中奖金乘二，
目前零分的小甜甜则是抽中抢夺奖金，最幸运的莫过于一路惨败的李毅，抽中正负变号，随时会让成绩猪羊变色哦。好，第一道题跟皮肤有关系，美妆题，请出题。请问脸上长痘痘、泛油光时，应该避免哪一种清洁方式？好，大家听到请按钮，好，这三个字讲出来之后才能。到底什么时候？准备了。请按钮。小甜甜，啊，甜甜，你有信心吗？你确定？我觉得这题甜甜可以耶。你要小心哦，答错会扣哦。那我给。你要确定哦。小小鱼答。欢迎我们的小小鱼。小小鱼，来，觉得他很脏的意思吗？我觉得他游泳的人应该不会 care 那么多那个，而且他皮肤那么好。我好多。好的，请出题。请问脸上长痘痘、泛油光时，应该避免哪一种清洁方式？A 用流动的水冲洗 ，B 用热水洗 ，C 以画圆圈方式揉搓 ，D 用洗面乳泡沫洗。A B C D， 你会用哪一种呢？温度高的话会让痘痘更严重。我跟你讲，自己不了解可以多问别人，好不好？对呀，这里有美妆专家，来来来来，李毅应该，你看以男生来讲，他皮肤算很漂亮，白白很漂亮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是用画圈圈吧。就是要录快一点，就对。对对对对对。不是啦，最好是有菜瓜布这样子。他说避免，他说避免用哪一种？对，他说避免画圈圈，因为会感染啊。因为我们手很脏啊。哎，郭欣欣，你平常都有在敷脸？有在敷脸。哎，那你应该请教你了。啊，应该避免用什么方式来清洁？我觉得啊，我觉得你也是避免画圈圈啊。真的哦。对啊，很基本啊，很基本的。对啊，手会感染啊。好吧，那我觉得答案是用热水洗。哦，你确定？我们两个的答案都一样哦，你确定？对啊，我们三个都一样哦。你确定吗？我们希望你拿到钱请我们吃饭。一起来看看是不是正确解答。哎。不可以用热水洗啊，不行，因为以前啊，我都是用很热的水，然后啪这样洗，洗完之后皮肤会痒，对，而且会干干的，因为你把油脂洗掉了，全部洗掉了，哦，而且这样你的头才变大的，对，所以现在你要用冰水洗啊，这样头就小一点。如果热胀用热水泡就会大，那我们岂不是每天都在泡温水？其实皮肤科医师都会建议说，其实要用温水洗，温水就跟自己体温最接近三十几度的水，37度。但是因为你热水本来就是一个刺激，所以如果你用热水洗的话，反而会让你的皮脂腺就是分泌的更快，而且有可能痘子就破了。好了，目前的分数各有消长啊，马上看看下一道题目。下一道题要考考大家，如果在遇到紧急状况如何处理？紧急状况的处理，请出题。在野外的时候，万一不小心近距离内激怒了蛇，该如何逃走？近距离，所谓近距离就是一走，哎呦，然后那个蛇已经摆出 pose， 眼镜蛇，已经摆出 pose 了，你该怎么做？备选，因为这个太简单了。第一个立刻道歉。对，第二个丢东西给他吃。第二个摆出同类的姿势。他以为是同类。大概都是正确的答案了。听到，请抢答才可以按哦。好，请抢劫，请抢姑哦。淘汰，淘汰，去掉一个正负。淘汰。然后先站在后面休息。你不能按了。他觉得我们在整他。请抢亲。哎，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请抢答。啊！小小鱼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超级大红包。自己没把握可以选别人。真的。应该如何逃走？我自己答好了。这个厉害，来，请就位。请出题。那他们要干嘛？他们要帮你示范。好恐怖。在野外的时候，万一不小心近距离内激怒了蛇，该如何逃走 ？A， 跳着跑。吓死我了！吓一跳我也吓一跳。B，
原地不动。原地不动，还立正呢。C S 型快跑。S 型啊，迂回战术，要迂回。哦，那是跑之字型的，有没有？啊。D 直线快跑。直线快跑。直线快跑。跳着跑。好的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哎，剩下一个没跑。因为他要原地不动，好乖哦。好了，遇到蛇该怎么办呢？这个如果在野外遇到蛇的话，特别小心了。对啊，头三角的那一种有没有？那代表剧毒了。那源头的你也不能就给它咬，搞不好源头阿上哦。我们好像卖皮鞋的，对啊，源头的比较没有毒性，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咬到还是会痛的。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了。而且如果万一被咬到这个蛇是三角的话，如果可以的话。这个蛇你可能要干掉它，带着这条蛇去给医院啊，才知道要注射什么样的血清。哦，是吗？对对，好吧。好，那你的答案是？我觉得是直线快跑。哦，因为那个是最快的，就是以跑走的方式。是吗？一起来看看是否确定的答案。稳死的。